时候，它是它会吃，可是它会大部分有一半是会吐出来，对，就是变成胃比较小，就慢慢把它吃完。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侏儒那个小公头，就是叫我帮它喂，就还叫说小小的碗帮它喂的，然后它后来就是会抓着我的手，叫我帮它这样子一打。然后老板想说手装可以换手吗？他不给我换，我就想说逃走，因为就把他带他走很多次啊，对啊。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，哦，真的就是照顾他们的时候，觉得我很就体会一个母亲的心情吧。如果这种事情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今天只问了一半，然后他就。